好，8:36，社长今天看看开完奖后，果真不错。A 组牌全车中2632，地主四组牌彩注也是中2632，尾数可惜没有碰中，太可惜哦，要不然你赚翻了。连输十期什么了不起啊？啊 ，BK 的王八蛋，有没有看到？我7点我就给他公开了。我们两只中两只，2632。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你不相信我，社长。你活该，你倒霉，我是信神的。恭喜我这些老会员跟着我中2632，明天吃红的钱要给我寄过来，不寄过来的一律不传牌，不吃，明天吃红的钱一定要寄过来。不，你看没有，谁做毒碰呢？不是那么简单呢。我们等于是2632，我不是中毒碰了。我曾经三只也中过三只，用三只全只也中过三只呀，对不对？运气不好就是这样子忍耐嘛。你今天一夜就翻身了2632，你都不相信我的话，为什么呢？还要我跪地求你啊？我做32年了。参加会员没有寄钱来的绝对不给报牌啊！今天还提前了1小时公开在 YouTube， 恭喜各位2632中两组，祝大家晚安，明天多好运，多人赚钱。社长讲的今天一中就是一定中，明天继续中。